现在配的这个裙子它是绑带的，就是它是 我现在无法开给大家看，大家就是但它是这样子有点折叠过来的。对，哇，盛开好可爱哦！哎，其实你们看这样整套配盛开也很可爱。它有22%的羊毛，然后它腰围可以自行调整哦。对，对，所以你就不限，就是像爱丽丝应该是腰蛮瘦的。对，我大概22腰，所以。如果就是像我一样，你是腰比较难买的，比较难买的女生的话，你们可以考虑这种。像我选下身，我通常就是选这种可以绑带的，不然就是松紧，就对我而言是最保险的。对，然后而且是可以自己绑，就是绑紧的。对，然后它穿起来很挺的，它是比较挺料，像那种西装布料。对，但是它是比较偏厚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是其实是秋冬款的。秋冬款，然后是比较挺的，我觉得盛开也超美的，盛开也好看。对，你看，盛开好像就可以配那，对，盛开好像可以配燕麦或米浆啊，这样好美哦。对，像这样配也超好。哎，这样小的会太长吗？爱丽丝是157，不会，对我157哦，让你们看一下，我现在是到我的大概小腿肚下方一点点，但我觉得是不会过长的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